告一段落啊，换回主持人啊。那接下来第二个 keynote 是由这个阿里巴巴的资深技术专家沈春辉同学来介绍一下 HBase 在阿里巴巴的内部以及云上的一些发展和规划。大家欢迎。各位嘉宾同学上午好下面由我和我的同事分神给大家介绍一下阿里巴巴最近一段时间在 HBase 上的一些新的发展，包括我们在云上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这个是今天上午我会跟大家 share 的主要的这个内容提纲第一部分主要还是想介绍一下，阿里巴巴内部过去 HBase 这一块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情况。大家可能知道阿里巴巴，使用 HBase 最早可以回溯到2010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 HBase 还是0.20时代，可能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那在这个版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社区团队就是当时的一淘。阿里巴巴的这样的一个淘宝的主收，以及阿里巴巴在淘宝电商业务、支付宝的电那个支付宝业务方面，已经开始启用 HBase，整个版本也逐渐从0.20升级到0.90这样的一个版本。当然，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去选择用 HBase？这个原因其实也可以结合当时的一个情况。2010年差不多是整个淘宝电商业务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元年。那在这个元年里面，我们其实碰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当时数据库这个核心数据库 Oracle 和 MySQL 的这样的一个单库的瓶颈，以及大家在这个分库分表 sharding 这一块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度。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去使用一个纯分布式的这种大数据的存储系统，而当年可以选择的系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然后我们当时可能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项目叫做云梯项目，结合整个阿里巴巴在 Hadoop 生态上的投入以及当时的人才结构，所以我们开始启用去用 HBase 去构建我们下一代的整个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存储。这个是目前整个阿里巴巴内部使用的阿里 HB 这个内部分支的整体的框架情况。那我们在过去的7年甚至是8年，主要就是围绕这张图去建设。那其中最中间的这部分是阿里巴巴自身内部定制和优化的一个分支，我们内部叫阿里 HB。然后在整个生态上面，我们会有阿里巴巴的一些类似于时序分析图这样的一个上游生态的一些数据库。同时，我们在为了保证整个规模化使用的高效性，我们又会在整体的这个平台技术层面做比较大的一些投入，包括整个从业务应用角度的应用管理，到整个运维管理以及最后的 IaaS 这一层的资源管理。当然，我们核心的投入还是在我们的 Kernel 这一部分。那 Kernel 主要还是聚焦于性能为主，以稳定性和 feature 以及整个运维的这个高效性同时发展。那今天截止到可能最近一两个月，整个阿里巴巴内部的HBase 的资源节点已经超过12000个节点。那可能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可能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 HBase 的一个使用厂商、使用企业。当然，除了我们规模的庞大，其实更加另外一个一份数据是说，今天阿里巴巴在内部支撑了差不多6000多个开发者。这6000多个开发者背后是几百个不同的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这些丰富的应用场景下面对于 HBase 的本身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性发展。那我除了阿里巴巴自身在发展内部业务需要去改进和优化 HBase 之外，阿里巴巴同时也在积极的参与开源以及社区。阿里巴巴是整个中国乃至亚洲最早参与到 HBase 社区发展以及贡献回馈代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累计到现在，整个
阿里巴巴的同学在 HBase 社区上已经有3个 PMC， 6个 committer。OK， 那今年我们为了更大的帮助 HBase 社区在国内的开发者生态、用户生态的传播，有阿里巴巴发起以及和华为、滴滴、360等公司开始去组建中国 HBase 技术社区，完成了2次 Meetup， 其中第一次 Meetup 这里也要感谢一下 Anoop、Ram 以及这些海外的 PMC 同学对我们的帮助 ，Thank you Anoop， Thank you Ram for your help。OK， 那未来我这边也代表整个中国 HBase 技术社区，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建设当中。OK， 那今天阿里巴巴这么庞大的一个业务矩阵下面，对 HBase 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丰富性的信息的这种场景的输入。那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在阿里巴巴层面HBase 的典型应用，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当然实际上可能这个只是其中的1%。 OK， 那我们来看看 HBase 能给大家，尤其是在阿里内部是怎么使用的。我们说第一类核心场景是消息、订单、 feed， 这些用于顺序查询以及比较高的这种持久化的数据的存储。那典型的在阿里巴巴内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消息通信，那个即时通信，阿里旺旺，包括大家手机支付宝里面的消费的记录、订单的记录，以及整个我们物流，今天你打开我的淘宝，点击查看物流，你的物流送到哪里了，他们背后的存储都是用 HBase 来完成的。 OK， 那第二块我们的核心场景是说，我们对于监控、我们对于日志、对于 trace、 对于 IoT 这样的数据的产生。那典型的比如说每年的single day， 每年的双十一，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血库的这样的一个屏幕，那这个屏幕的背后的数据存储会用到 HBase。 当然在阿里巴巴大量的监控系统、大量的实时的这种系统的这种运维维护背后的日志，还是说他们系统程序产生的数据，都会有 HBase 来提供。所以这一块也是整个 HBase 在应用场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OK， 那第三个我们说今年最流行的一个词，如果除了区块链之外，可能我并不是对区块链特别感冒，那另外一个词就是 AI。那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是， AI 也是整个阿里巴巴最大的一个战略。那今天 HBase 其实是非常，或者说也是唯一能够成为一个叫 AI Storage 这样的一个产品。为什么呢？那我们从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个今天能够称为 AI App 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切入。 OK， 今天在阿里巴巴、在支付宝，我们有整个风控的大脑，我们称为一个典型的 AI 应用。今天大家打开我的淘宝里面，今天你向你的商家去咨询问题的时候，回答你的可能不是人，是机器人。 OK， 那这背后我们叫做客服。包括支付宝里面，今天你咨询任何问题，都会有一个支付宝的小蜜跳出来。那这些在我们统称为智能客服。这两个典型的应用背后涉及到的大量的数据，经过机器学习的训练迭代， OK， 他们背后使用的是 HBase。 OK， 那除了这三个这个应用以外，当然 HBase 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主战场，或者说它的老祖宗。今天我们说 Bigtable 最早用 HBase、 用 Bigtable 来解决它搜索的问题以及推荐的问题。所以说搜索、推荐以及 BI 报表，这个是 HBase 本身就比较从一开始就比较擅长做的事情。 OK， 刚才可能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了我们阿里在 HBase 上面的核心的一些发展情况，以及它适用什么场景，希望给大家能够对 HBase 这个产品有更多的一些显性的认识。那我们接下去我会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去
阿里在 HBase 上面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是怎么做出突破的，以及我们突破完了以后 HBase 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的产品。 OK， 那可能说很多同学或者说很多 Java 的系统其实都会面临一个 GC 的问题。这个 GC 的问题其实从去年甚至前年开始其实逐渐的成为我们这个阿里 HB 在内部是不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我们解决不了 GC 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去支持在线的应用，而在线是整个大数据战略，是整个应用数据化的必经之道。今天我们说数据只有在线才能变得更有价值，任何应用都是把数据朝在线化在发展。如果今天 HBase 没法去支持在线的应用，那其实本质上也会逐渐消退于整个我们说数据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位置。 OK， 那回到 GC 的本身的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 OK GC 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在阿里巴巴我们每一个堆其实可能都非常的大，100个 G， 那这100个 G 下面其实我们每天以前被 GC 困扰的就是可能是 OK 一个 Young GC 带来的一个锚刺，或者一个 CMS 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比较大的锚刺，甚至是说 Oh no 发生了一次 4GC crash。 所以过去在 GC 这一块上面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去解决它，要么解决要么我们滚蛋。所以去年或者从我们去年双十一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那我们最大的投入就是说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就意味着这个系统本身在未来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少。 OK， 所以那我们也大概梳理了一下 GC 怎么去解决。其实 GC 的本质问题是说今天 HBase 有一个非常大的堆，然后这个大堆下面有非常多的 object，这些 object 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引用非常的复杂，导致整个 JVM 在做 GC 的时候需要扫描大量的对象，扫描复杂的引用关系，以及进行各种的数据内存的拷贝。那其实解决的思路就是怎么在数据的内存管理上从 JVM 脱离开来，变成有 HBase 或者说我们第三方自身来去管理这些对象的生命。那过去我们核心主要解决的几个方案，一个是说哎，今天我们在独显链路上把两块核心的读的 catch 写的缓存全部的从 JVM 的这个生命管理移回到整个 HBase 自身，同时我们在整个底层的 JVM GC 算法上，我们也深度跟阿里巴巴的 JDK Kernel 团队进行深入的合作，他们那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适用的叫 Zen GC 的一个新的那个 GC 算法。 OK， 当然本身在应用的使用上面，我们也会在读写的关键路径上对所有的对象能够进行重用的这样的一种编程模式。所以最后经过优化，我们得到的一个数值，这个数值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对于面向于 100G 的堆，今天在阿里巴巴内部它的 GC 时间能做到5毫秒，那5毫秒意味着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锚刺对绝大多数的应用它是一个可接受的可能。然后这一块其中核心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的 Bucket Catch 在社区版本里面其实也做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重用的优化。然后今天我们去年 CCS Map 在作为一个双十一的核心技术，已经通过 ATA 的文章，通过阿里技术微信公众号向所有的我们的技术爱好者进行了分享，也得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支持。所以今天这个 CCS Map 已经会有阿里巴巴的李强同学正在 merge 到 HBase 3.0 当中，大家也可以
期待今天 GC 问题绝对不会是 Java， 甚绝对不会是 HBase 的问题。我想大家要记住的就是说，今天 GC 不会是 HBase 的问题，因为在阿里巴巴它已经被证明能解决到五毫秒，大家记住这个数值就行。如果今天还有一个同学 OK 他来质疑你，你说你用的 HBase 会有 GC 的问题，那一定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OK， 那第二块其实我们在使用上改进上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架构层面的调整。那过去我们主要的部署架构我们叫做本地化部署，本地化部署的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的 region server 和我们的 data node 是部署在同一个物理节点。那这么部署的一个好处是说，哎，今天我们可以有非常低的 IO latency 能够做一些短路读。但是其实当我们规模逐渐扩大了以后，也会渐渐发现这样部署的一些不利之处。那比如说，哎，今天我们的存储空间会慢慢的碎片化， OK， 有些节点使用的存储比较高，有些比较低。同时呢可能说，哎，今天对于部分应用而言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冷存储，它的请求访问并没有那么多，那可能会导致 OK 会导致我们的 CPU 使用很难弹性的伸缩。当然今天我们的硬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核心技术，一个核心技术是我们在网络层面开始普及25G 网络，我们在整个磁盘层面开始普及 NVMe 的 SSD。 这两个在 IO 和网络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带宽提供，使得我们可以支持我们去往纯粹的非本地化的或者说共享存储式的部署。这种存储部署通常就是现在常说的存储计算分离这样的一种模式。那这种模式其实本质上带来的巨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说是资源利用率的提升，是存储和计算 CPU 和 disk 之间的独立的弹性的伸缩。那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这也是在阿里巴巴内部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我们叫混合部署。混合部署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OK， 我们能够把存储的 CPU 和应用的 CPU 共同的管理起来，能够调度到同一台机器上面去运行。当然今天在我们开展存储和计算分离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架构层面部署架构层面调整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可能就是 HDFS 本身带来的。这个 HDFS 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就是说它在远程访问的情况下它的性能是受到比较大的挑战。这个性能的挑战是在整个设计层面上，它可能就需要为每一个访问创建独立的 socket 链接，使得整体资源上很难有效的发挥。所以整个 HBase 在阿里已经慢慢的能够让它运行到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盘古文件系统。 OK， 那第三个技术是我们为所有典型的时间线应用构建的冷热自动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今天其实刚才我们提到阿里巴巴里面内部 HBase 使用的场景中，其中很一个核心的，比如说大家手上的支付宝的所有的订单记录。那这些记录有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案是说，所有的热数据存在 MySQL 里面，所有的冷数据可能是三个月、半年以前的数据存在 HBase， 这也是 HBase 一个通用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把 MySQL 库跟 HBase 库进行 merge， 把所有的数据统一存储在 HBase 当中。OK。非常 perfect， 但是过了三年，过了这三年以后，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用户的数据量逐渐的越来越大，这些数据量是无法被轻易的通过我们的
生命周期，或者说物理删除进行清理掉，那对我们的成本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那留给我们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说我们再开始走回原来的路，我们再构建一个 HBase 的热库和 HBase 的冷库，进行人为式的三方式的分离。当然我们毅然的选择了第二条路，我们希望 HBase 这个系统能够有内建的自动分离的能力。那这个分离的能力我们希望能够适用到我们的监控这样的场景，我们的物流这样的场景。 OK， 那今天这个冷热分离大概核心的思想，我们还是会基于用户的数据，对用户的每一个数据其实它都有时间的冷热之分。比如说这一笔订单是在半年前产生的，我们可以定义为冷数据，或者说三个月到半年我们可以定义为温数据。我们通过 compaction 能够把这些数据进行分离，通过不同的存储介质，通过不同的压缩算法，通过不同的编码，使得对于冷热温三类数据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异构的存储处理方式。这使得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就能够把冷数据跟热数据解决好。那这一个 topic 也会有今天有一个专场去解析这里面用到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OK， 那第三个，其实今天阿里巴巴里面最大的，我们在过去维护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去 develop 新的 new feature， 也不是更多的去 performance， 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怎么保证我们这12000台的机器以及这6000多个的用户需求怎么能够很好的满足。那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让我们的服务变得非常稳定，稳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会每天，我们算过一个数据，就是说今天整个磁盘的机器的宕机率差不多在1/2左右，那意味着今天我们每天至少会换2-3块盘，会宕机2-3台。那这2-3台产生的影响我们怎么去快速的消灭掉？那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云诊断系统。这个诊断系统它的核心就是说，哎 OK， 我们能够对所有的集群进行在线的像管家似的，或者说像医护似的进行监护。这个监护能够使得我们能够知道所有以前沉淀的问题在这个系统里面能够逐一的暴露出来。 OK， 那目前这个系统已经能够，我们把它同时也输出到了云上，我们开始能够让所有的企业客户使用这一个诊断能力。这个诊断能力它覆盖了阿里巴巴过去7年在运维 HBase 上，在面对用户请求能力之上积累的所有的稳定性相关的经验。 OK， 那最后一个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备份跟迁移。其实备份和迁移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备份其实就包括数据的全量迁移和数据的增量迁移。那对于备份其实是一个数据库的传统的一个功能，那今天其实 HBase 随着它的在线的能力也越来有越多的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在全量的迁移之上， OK， 我们也会去考虑怎么把它做成一个通用化的功能，是用 Snapshot 还是用其他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考虑。OK， 那今天我们这一个 topic 其实今天也会有我们的同学做一些技术上面的分析，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OK， 那第三部分会由我的同事来介绍一下整体阿里巴巴在多模生态这一块的一些发展考虑。这个按下去是吧？喂，大家好。这个是翻页笔是吧？这个怎么回事啊？好，我叫封神，是那个天赋的同事，我是那个阿里云这边 HBase 的那个技术负责人。目前的话，因为阿里
八八集团在内部用的 Edge Base 也非常多，在内部大概有刚才天物同学说了有12000台，在云上的话我不那个具体数字我也不方便透露，我们但是有一个大致的规模，就是我们已经服务超过那个在云上有500个集群以上的这个 cluster 在运行，在集团的话大概有可能200多个集群，但是在云上已经有500多个集群，未来今年年底我们预计会超过1000个集群，就在整个那个阿里云那个 cloud 上就在 run 着，就是我们可能。刚才说了那个天物包括 Stack 还有这个李玉同学说了这个 HBase 在各个方面其实做的都非常精湛，不管是这个 GC 方面性能方面还是这个各种稳定性方面，我们也相信 HBase 在后面 2.0 2.2 2.3 甚至 3.0 会进一步上一个新的台阶哈。就是我今天主要分享的议题是阿里云后面可能在 HBase 上怎么构建一个多模的一个生态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社区的 Deep Ranking 上的一个报告啊，就是，我们大致看一下，在这个2016年到2018年这个2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序、图、KV 还有 Search 这4个象限的这个对数据库的需求是基本上是以100%，就是它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啊，最高的有2倍的一个增长，特别是时序啊，时序也是这几年那个物联网的一个。看到这个数据库大家就知道这个物联网其实也增长得非常快啊。另外是这个像那个 relational 这个 DBMS 就是关系型数据库，其实我们看它的这个关注度从100%降到了50%左右，就是它的这个关注度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啊。从这个数据我们说可以看出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非结构化的数据存储肯定是一个趋势啊，这个是从这个调查报告这个整个2年的趋势能看出来的。另外是虽然这个是一个趋势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增长是这个非结构化在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关系型这个数据库其实它的整个市场体量啊大概是在77%左右啊，这个数字也是它的一个调研报告，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虽然这个多模那个非结构化在快速增长啊，这个趋势也在快速增长过程中，但是我们的关系型还是占一个主流啊。所以我们 HBase 如果说不支持这个 SQL， 其实它在整个市场这个层面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它的一个发展的。而且目前我们大家看到 HBase 在业界基本上都是在一些非常大的公司或者一些中型公司在使用哈，在国内代表的就是阿里巴巴或者是小米或者是滴滴还有网易，这些公司他们都有数千台甚至数万台的一个规模，但是很多在中国的大量中小型企业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大规模啊。在云上如果说你的 HBase 的集群的规模超过了50台啊，你基本上就算一个快要上市的公司了哈。这个从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500多个集群，我们看一些数字也当时能看出来，如果这些公司 HBase 超过了50台，这基本上快要上市了，因为它的数据量就放在那里，特别是它的一个非关系型的数据库放在那里啊。这是人心社区在2017年调研了7000多个人，大概是有5000多家公司的一个调研报告。就是我们现在日均这个数据的增量，大概是就是有43%是1T 以下的，但是我们发现啊，超过一半的公司它的数据量的增长速度每天超过1T 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很多。这个数据其实放在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里面，像MySQL 或者说这个 PG 啊，这肯定是放不下的。所以越多的公司也是在寻求这个分布式的一些解决方案，怎么用分布式的一些那个存储或者说数据库把这部分数据存下来啊。其实更多的还有那个1P 以上的，可能是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公司，像阿里啊，像那个小米啊或者京东这样的公司。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在多模式情况下有一个大体的一个象限。我们现在在 HBase 里面主要是一个表格存储，就是 K 后面带了很多 V 哈，什么 V1 V2 可能 V到100万这个 V 都有可能啊。但是它上面现在社区或者很多这个公司它的用法其实它对应的有大概一个是 KV 型的，就代表是 Redis， 但是很多公司它是用Redis 是用缓存嘛，
所以很多公司如果是用 KV 的话，它是带有 HBase 这种持续化的一个存储的一个 KV 去做的。另外是关系型啊，关系型还有一个文档型，还有一个 graph 型，还有时序和时空啊，时序时空。其实最后两种代表的是一个现在物联网的一个应用趋势啊，特别是那个时序还有时序主要是以传感器，就是一个不动的一个不动的一个动的哈，特别是最后一个是一个轨迹的一个典型代表啊。目前在阿里的话都有相应的团队在研究这个时序和时空相应的一些反正有一些项目在做啊，后面也会把这些相关的一些能力push 给这个外面的客户，甚至提交给社区。在社区典型的代表就是上面有 HBase 我们大致看到一下啊，就是几乎每个领域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组件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新的 new project 也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组件或者说新项目在基于 HBase 或者基于其他的一些分布式 KV 系统在构建整个多模生态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多模生态去构建呢？其实本质的原因还是企业有需求，市场有需要。很多企业为了去应用这个把数据存下来，或者说把这个数据用 HBase， 它会上面去构建一些这样的一些对应场景化的一些系统啊。典型的就像以 OpenTSB 为代表，比如说时序里面它怎么基于这个HBase 去构建这个系统。像这个OpenTSB 基于 Open 改造的这个 Hightip 在集团内我们也用的非常多哈，其他都是一些相关的系统。其实在这个多模生态里面，它有大概有两个体系，有两个派系啊。第一个派系就是以这个 Neo4j 啊、InfraDB、CouchDB、PG 为代表的这个 Native 的一个 DB， 另外是以一个分层式的典型就是 HBase 的一个生态，还有一个 DStacks 或者是那个微软的 CrossDB 啊。但是两个生态又有两个大致的一个分叉，一个是这个 KV 和 Index 层，就直接没有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分布式 Story 上面，而后面以 HBase 为典型代表，它是放到那个一个 Story 上面去。这个是大概是我们目前认为有三个派系在做这个事情。而我们为什么会选择 HBase 这个事情呢？其实基本上现在在云上提到一个概念的话，就是我们怎么去做一个 Cloud Native 的一个云啊，一个云。像我们公司现在提到像关系型数据库的 PowerDB， 或者像其他一些厂商啊，它提供了一些数据库，其实它后面的一个主流的概念就是 Cloud Native。 就怎么去做 Cloud Native， 就是我们内部也讨论了很久啊。大致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新硬件，就是在云上你怎么快速的去应用一些新硬件，这些新硬件就包括 RDMA 啊、 Flash 啊、 GPU 啊，还有一些非意识的一些内存啊，这都是一些最新研究的一些最新的领域。就是在云上或者说一些大厂，它可能是第一时间去 touch 这些硬件，但是对于很多中小企业，它是不可能或者说很难有精力去 touch 这些新的硬件，把这些新的硬件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运营过程中或者企业的这个服务过程中应用出来。所以很多这种云公司它就承担这样的职责怎么去把这个一些新的硬件这个红利给吃出来而且它还进一步促进这个新的硬件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行业的发展。第二个是云的一个灵活性，就怎么云这个 Cloud Native 数据库的话代表的一个灵活性。第一点就是它比如说怎么快速的去 add 和 remove 的一些资源，你如果说自己去买一些物理机那是不可能的。另外是它的一个快速敏捷的一个交付，还有一些 bugs 的一些修复最重要的是一个它是一个自驱的哈，就是怎么是做一个自驱动的一个数据库比如说提供一些类似 Cloud Monitor 或者说 Cloud 的一些诊断系统去针对我们这个数据库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改进。第三个是这也是我们讲的一个 TCO， 可能很多企业最关心的是怎么去节省这个成本哈。就是我们发现像有一些数据库厂商，他们提供 future 的时候，他要收一笔费用，但是在云上的话，比如说有新的 future，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冷热分离这个 future， 比如说给客户提供了，其实我们不会再额外的针对这个 future 是收费的。另外就是他怎么去做自驱，怎么去节省人力这个是我们 Cloud Native 的三个典型的代表。在云上的话，我们基于这个 HBase 的一个存储计算模型，就是刚才那个天武也提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存储和计算我们讲的计算其实就是 HBase 本身其实 HBase 本身也是这个存储。我们讲这个存储计算就是怎么把这个分布式文件层和这个分布式 KV 层或者说这个索引层给分开这个是在云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热点，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其实你如果是想我们分层有两种，
第一种分层是在 storage 那层分，第二层是在 KV 或者 index 上面分。啊，我们调研大学所属为了稳定性和从实际利益出发，我们最终选择的是从这个 storage 层。现在在很多关系型数据库中，它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基于整个HBase 生态和基于整个云上的 Cloud Native 的一些架构，所以我们在云上几乎提供的是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架构。我们把这个存储介质分三层，一个是 Hot Data， 就是直接 Own 在 SSD 上，另外就是一些温的一些数据啊。温的数据的话，比如说有一些物联网的，比如说一个小时的或者说一个月的数据，我们是放在这个 SSD 和 HDD 的这个混合盘上啊。第三种是那种非常 Cloud 的一个冷的数据，就是冷的数据我们基本上放到这个OSS 或者提供一些非常这个有一些 EC 集群构建的一些集群上啊，带来一个分层，中间我们架上这个 RDMA， 这个 RDMA 和 25G 网络主要是，特别是 RDMA 主要是针对这个 Hot Data 做的一个延迟性的改造，从也就是从我的HBase 这一端到分布式文层这一端，这个网络的延迟几乎是在毫秒级，可能是在两到不是毫秒级，在微秒优秒级，基本上这个网络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在这个之上，我们会基于 HBase 和 ES 或 Solar 基于这个做两个层次，一个是KV 层，一个是这个 Index 层，在这个上面构建四个典型代表的 HBase 的生态啊。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SQL 层 Phoenix 其实做的还是不是很完善的在我们内部也做了很多这个一些改进，保障一些稳定性。我们后面也会承诺啊，我们这边特别是阿里云这边也会投入一些人啊，去进一步完善这个 Phoenix， 保障它的稳定性。包括下午场也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同学去分享这个 Phoenix 怎么去遇到哪些问题，怎么去改进。我们也不断的在提交一些 patch 给社区另外几个大家可以去这个搜索一下，如果熟悉的话，那大概是图啊、时序、时空这几个场景。最后一页是大致讲了一下，就是我们基于这个开源的这个 HBase 生态，我们怎么去提供一个产品，我们 focus 在哪个方面哈？对了一些非常 corner 的一些比如说改进稳定性的、改进这个延迟性的，刚才天武同学也说了，我们会陆续的去贡献给社区啊。这个包括在 HBase 2.0 和 3.0 上，那在云上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 product 的，是一个就提供一些基础设施和一些产品，包括这个和开源的一个对比。我们大概从这个六个方面去对比，就是说第一点的话是 basic 层面，我们是提供这个有这个可文性保障和可靠性保障的，就是你开源那边是它是是没有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去构建这个问题。另外是我们提供这个跨区和跨地域的一个多集群的一个 cluster 的一个部署。第三个是刚才天武说，现在目前的话，就目前这个状态是在 GC 问题上我们是也改进了很多啊。第四个是下一个是那个 storage 这个层面的 cost， 大概的话我们是如果说我们基于一个 shared cloud disk 是可以比在直接基于 cloud disk 可以降低将近50%以上的一个成本。最后是我们会支持这个 OSS 是做一个冷存储的一个存储，就直接可以把HBase 的数据直接放在这个 OSS 上啊，给一些物联网这种读延迟，就是读延迟和这个QPS 不高的一些场景啊，就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后面不管是在下午的一些 HBase Conference 还有后面的 HBase Meeting， 我们都会陆续的去分享，大家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这个怎么做的啊，也可以在自己的时间实践，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会贡献给社区。第五个还有最后讲了一个是 security 方面的话，我们会提供和英特尔一起合作提供了一个基于 user 和 password 的这样一个方式的一个访问方式，而不是基于 Kubernetes。 其实这个 user password 它也是基于 Kubernetes 的，但是我们在客户端还有这个服务端做了很多工作，让客户可以像访问 MySQL 一样哈，就是你们发现访问 MySQL 我直接写一个账号密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去访问 HBase 其实你要去什么 Key Init 或者做很多这种配置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特别对我们的使用者。我们后面会现在这个已经上线了，就会提供这个 user 和 password 的方式下午那个英特尔的同学也会分享一下他们就是我们一起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一些性能还有一些 patch 完全贡献给社区了最后还有一些就是在云上会自动的进行一些升级我感觉这个在最后一点这个自驱动这个数据库上面讲的话，我们是在基于集团和云上超过500个集群以上的一些规模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啊，就怎么去
快速的构建集群，怎么去这个在线的 own storage， 还有这个加了一些节点，甚至把这个集群给弹性起来，在高峰期可以做到比如说50台，在低峰期做到30台，怎么做这些事情。最后一些诊断系统，就怎么做这个 big request 还有 big table 的一些 merge， 还有一些 top 的一些 region， 这些相关的事情，这个还有很多点啊，后面会陆续的去那个也会开源出来，也会在云上提供一个产品给客户用。就是我们今年也成立了这个 HBase 中文技术社区，也欢迎大家去关注这个相关的社区的一些信息。后面的那个 Meetup 的一些报名啊，还有这个一些资料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都会通过这个技术社区向外进行发布啊，还有很多一些场景。就是在公有云上，我们的云 HBase 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果说有很多公司他不想自己去技术构建、自己维护这个 HBase， 但是他又需要这个 HBase 相关的能力的话，我们是提供这样的平台给我们的阿里云的相关的一些客户去使用的，也进一步促进这个整个 HBase 社区的发展啊。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好。OK， 非常感谢天雾和风神的分享，就是也非常抱歉，跟大家说声抱歉，这个时间有点超，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分享的内容应该还是很精彩的，希望大家 enjoy。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天其实一共有3个 track， 然后两个 track 一和 track 二就在这边，这是 track 一，然后那边那个 room 就是 track 二，然后还有一个 track 三离这边稍微有一点距离，然后大家可以根据那个指示牌然后过去。然后希望那个演讲嘉宾呢，然后都到各自的这个 track room， 然后提前做一些准备。OK， 那我需要用英文再说一下，因为还有些外国的朋友。So, yeah, this that's all for today's keynote, and we can start our tracks later on. So, altogether there are 3 tracks. So track 1 and track 2 room.Are next to each other, just here. But track 3, there is a little bit distance. You can follow the guide to the room, okay? All speakers, please get to the room a little bit earlier to get preparation. Okay? Okay, that's all for the keynote.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们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大家可以准备一下。谢谢。